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新年好。我们自从出家那天开始，就遵守世尊一生教学的理念，不知不觉了55个年头。光阴非常快，记得我初出来讲经是33岁，出家还没有受戒，最近有同学找到一张照片，是石浦寺三藏学院第二届毕业，前面有我一张照片，那是我第一次在佛学院教书，还没有受戒所以大家看到我头发是没有受戒穿海青，没有大衣出家2年之后才受戒，但是出家就开始讲经教佛学院，用网络有10几年用卫星，卫星是陈才琼居士他成就，这是我没想到的也有10周年了03年元旦开播那么现在是进入第11个年头在这个新春佳节，我们感谢陈总裁这一个善举让我们与全球许许多多同修每天呢都能在一起共同学习那现在科学技术越来越进步网络的卫星也几乎赶上卫星电视成本越来越低，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希望发心弘法利生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我们要把佛法大小乘讲清楚讲明白，让社会大众不再误会佛教是迷信是佛教是宗教，佛教到底是不是宗教，是宗教也不是宗教，我们都搞清楚。如果依照中国宗教这个名词来含义来说，佛教是道道地地的宗教中国宗是什么意思呢？宗是主要的意思，重要的意思，遵从的意思，那教是教育，教学教化，
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重要的教育啊，人类重要的教育啊，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啊，那佛教当之无愧啊，儒也当之无愧啊，这就是符合中国人所说的宗教的意思啊。那么一般宗教总是跟神分不开关系，跟鬼神也分不开关系啊，这些在佛教里头没有，所以它可以不是宗教啊。佛教里头没有一个造物主，没有一个真神啊，但是佛教尊重真神，佛教也尊重造物主，但佛教里头没有说到啊。佛教提倡礼敬诸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他是清净平等恭敬称赞供养，供养特别重视法供养啊，所以有这么好的工具，我们很感恩，让我们许多许许多多人都得到利益啊。往后我们认清楚净宗法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我活一天就讲一天无量寿经，我就讲这一部经，就一句阿弥陀佛，一个目标求生净土啊，其他的我全放下了。希望我们净宗同学啊，要认真努力听经念佛，自度度他啊，我们将功德回向，希求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啊。学好《弟子规》，做好中国人啊，然后我们可以影响到全世界，帮助世界化解冲突，化解灾难，促进安定和平。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新年好。